我直接拉，我尼玛，爬下去吧，我在这儿。这个二号楼进去了，又出来了。他他妈怎么在里边？他躲在那个门后，我操！ 这个人一直都在这个门后，左手，关门的这个房间，停在中间啊，在楼梯。好，还有一个小丑那个独狼啊！我操，兄弟，我把手扛下去，我看门里出来个人，他他妈骑小单车，哎，黑帮，黑帮有人。 挺破的，干他！我操，都好马呀！然后还有一个在树上，还有那个树后倒了一个将打的，然后这个车应该在悬崖，就在悬崖边，左边悬崖，你像那个，我的，哎，能打吗？搁这儿呢，搁这儿倒那个。 这满屏吗？没有啊，全枪头的。好快！哎呦哦呦！你先填会儿，填会儿，我填会儿，填会儿。那个闪，别急，晃一下。嗯，没闪。左手贴着呢。 干起来了！哎，啥情况？点残了，大伤的。大伤封印了，大伤人应该多。有个点三枪，哎。 爬，来了，进来一个。我操，你他大开，你什么意思嘛？不是你下身撞到了呀？打我干嘛？对，下身撞到了呀。